一个念天心的记得，才会当救台湾，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欢迎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来我乡亲时代，大家好。咱今仔日拜三又搁到咱这个拄更啊，这拄更的受害者哪会这么多嘞吼？啊，这个故事拢讲未完，啊，搁等待哦，讲 ING 等待进行中间啦。啊，咱顶礼拜咱有请这个苏兰吼来咱家哦，在讲伊家己的遭遇，啊，但是也未讲透。哦，伊家己的遭遇呢，人讲哦。啊，才开始在要讲尔，啊，伊即马在进行诶，吼、哦，伊就讲，诶、前啊有对宾，啊、哦，迄落前啊有客坎，后壁有对宾安尼，啊，伊毋知要安怎哦，啊，尤其吼、哦、讲一个啊，这个少年诶查某人哦，啊，要爱顾家庭啊，要爱顾爱顾三顿，食头路爱安怎，爱搁顾厝。啊，这间厝根本顾袂掉，因为伊面对的是虾米人呢？面对的是天大地大的政府的这个结构哈，以这个政府哈，这个机制哈，以一个人来讲哦，实在有影足可怜的啦。我有时啊想讲哦，啊，咱这拄更家的，哪会拢如查某人出来？啊，讲无多啊，查甫人无去倒趁钱啊，啊要哪会使？啊要家庭啊，啊要迄啰，啊若大家查甫人出迄啰。迄落工课拢放掉，啊，拢家己来顾这个财产。啊，人讲明灾啊，明灾不可行而行之吼，就是啊，明灾讲啊，哎，落政府的代志吼，你无法度伊啦，只好到尾啊嘛是爱签签好伊啦，到尾啊嘛是双手爱奉上好伊啦。啊，不管你吼、哦、几代人伫咧遮拍拼，迄拢化为乌有去安尼哦。啊，咱顶届咱苏兰在讲着讲，伊啊为着这个杜更的代志呢。叮叮塔塔之外，吼，开始讲者就是讲，伊叫伊无爱合作，无要签字，啊，结果呢，伊叫这个啊老蛮，唔听老蛮，啊，监理话佫唔听监理话，比监理话佫较大，就是迄个逃犯啦，就是讲迄、那个啊更生人逃犯哦，啊，就有迄个有前科累累的人哦，啊，就迄、那个，我知影伊在做疑问啦，吼、哦、啊安尼，啊，所以讲哦，去引导足惊的吼、哦，得要天光，伊顶个讲讲吼。规身躯手拢流浸汗，啊！在迄落用因小妹仔坐在那人，伊一个查甫人走去到迄个网大内底，啊，用刀甲伊锯咧，讲你都爱合作安尼，哦，啊，到尾啊，代志就变讲吼，伊报警，警察唔插伊，伊只好哦，伫个洪仲秋的时阵，啊，伊过来向媒体来求救安尼哦，啊，媒体来的时阵，啊，警察想讲歹势咧。吼、哦，啊，就过去一个了，啊，讲一挂风凉话，啊，即马就该叫去派出所呀，伫遐咧做笔录，做笔录内底咧，叮叮塔塔的这个陷阱啦，吼、哦，啊，乌坑乌窟啦，互伊跳啦，吼、哦，也是讲要甲伊转移迄个目标啦，啊，互伊这个讲受到惊吓的这个受害者咧，并无感觉讲咱的保姆在保护伊，咱的保姆等到伫遐在教这个，吼、哦，这个歹人吼。哦经做伙啊来欺负这个啊查囡仔人安尼，好啊安尼，咱啊苏兰吼，咱着为顶摆工作笔录开始呀，吼个啊乌几下窟啦，吼误导导入那个窟啦内底，互恁去跳安尼，好，咱为遐开始来讲起。警察头一个时间来的时阵，等于讲我做笔录的过程当中吼，因为警察有去问着讲。啊，是安怎？你第一个时间讲的，刚才讲伊早时迄第一个时间来的时阵，已经做好一个笔录啊。啊，等于讲，因后壁落去想应该是等阮去签名啦。啊，但是因为新闻一个大了，阮佫甲迄落下晡甲派出所去做笔录的时阵，啊，做笔录的时阵，警察正注意，伊第进前有讲到讲啊，恁是毋是甲人感情有纠纷？啊，过来有一个问题，互你足莫名其妙。伊一直因为迄阵啊，当初是。弄来厝内迄个人吼，有伫阮兜拿阮兜厝内刀啊，一支料理刀啦。其实阮就摕来伫切菜刀啊。迄新的也旧的。哦，迄用几十年啊。嗯。迄刀无够来，搁去磨啊！你看会当会当用一定是足久的刀啊！啊，警察刚刚问讲，啊，你这支刀是偌侪钱买？我想莫名其妙。啊！我最嘛，伊重点咱上惊的，就是听到迄句讲：“有人叫我来杀你，你要乖乖配合。”啊，咱头壳来赶紧想讲：“是谁要来杀我？啊，叫我要配合什么？”啊，我质疑的就是：“希望警察，你都警政单位，恁搞我找看嘛讲：是什么人要来杀我？啊，现在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我怎么办？
啊，伊刚才在甲你问讲，啊，你去倒啊偌侪钱？啊，一直在问讲，啊，你去倒啊偌侪钱？啊，买偌久买的？安怎？我讲，我就甲，较完啊，甲迄个苦中作乐，甲警察问讲，就问者，今日我这个倒啊，那是黄金的，啊是迄、那个？迄落氨酸呐的吼，有酸椒的，你来问我讲，这支刀啊，偌侪钱？我可能爱甲你报告。啊，问题唔是啊，就是足平常的一支刀啊，尔啊，警察敢那在这个话题上面一直转，一直转。啊，后来因为去当初是足紧张、足恐、真惊嘛，啊，事后来想讲莫名其妙，啊，警察哪会去甲你问这个话题？后来想想，很奇怪，是伊是要甲你误导，还是另有用意啦？啊，到现在几年过去了。当初他也，我知道当初他是判了五年，那五年了以后，我现在还不知道是谁要来杀我，然后我要配合他什么？哦，我现在我很害怕，害怕家里说，哎，我们家里的安全是不是，需要有所顾虑？但是我的这个害怕，我怎么办？我要去跟谁说？是啊，伊在甲你问的，就是讲甲你转移迄个目标。伊无爱互你，伊要甲你吼干扰你的迄落思绪啦。啊，尤其讲看到迄查某人佫惊到要死的时阵吼，皮皮喘的时阵，啊，咱正常的人吼，咱也无讲一个敢去警察局吼，啊面对迄个刑事。啊，即嘛吼，就是讲伊的迄落目的呢，伊应该是讲啊。甲你安搭咧，吼，讲你啊，好好啊，你好好啊想，吼，啊安怎？迄刀是伊砸来，还是伫恁兜摕？你著讲伫阮兜摕旧的刀啊，安尼就好，安尼一笔带过，较可以。但是伊在甲你问起讲，啊刀啊，什么型的？啊，伫迄落啊，你发票啊，搁滴咧无？吼，安怎？吼，在甲你迄落胡搅蛮缠，啊在甲你。要甲你安尼做牵拖为细为边啊去啦，嘿。等于讲，甲主题引开就对了。嘿，对，不爱和你讲正题啦。是。啊，伊就啥讲人伫迄落啊，惊吓中间哦，伊要爱讲迄落，搁要回想迄个代志，回想一遍都杀伤力搁一遍，回想一遍都搁甲你签一遍安尼。啊，所以讲哦，伊就利用这个攻心啦吼，来甲你攻击安尼。啊，除了这个警察甲你安尼讲之外，即马刷落呢，搁惊到这个。书法来啊，是不是安尼？对，因为书法，拄着拄跟了吼，这书法一直拢无停啦。咱拄则开始的时阵吼，搞不清楚状况啊，咱公文寄来时，伊拢甲你讲讲啊，恁有啥物意义吼，有啥物问题啊，你着跟迄落新闻去甲迄落市政府讲啊，咱毋知影会行路，这就是所谓的诉讼。啊，咱无啦，要请教人哦。你着若有啥物问题，你着新闻甲市政府讲，请问，啥物叫新闻啦？伊讲个着文言文，啥物叫新闻啦？吼，新闻甲市政府讲哦，啊，佮市政府倒一个单位，倒一个安怎，甲啥物人接？伊拢无甲你辅导，啊，着安尼讲新闻甲市，伊就是讲。你已经是专业的啊，无啦，伊就是讲你是蔡英文，甲你当作蔡英文啊，伊唔得知影讲新闻两字嘛，对，一般的老百姓要哪会知影讲什么叫新闻？对，唔知影，就敢讲，反正咱就是爱写作文啊。整理冤枉就对啦，迄唔是写作文呢，我讲迄新闻是受伤的，迄爱搁另外一个功夫呢，迄甲迄你甲写一本册，甲写一篇受伤哦，迄差天差地的呢。对啊。迄写一篇受伤，就标点符号也要完全正确。对。啊，什么字哈，未使凊彩用。是。啊，搁你用的迄落，你迄落采用的迄落发条的迄落，是唔是？是唔是正确？是。好。啊，什么叫民事？什么叫刑事？嗯嗯嗯。咱若分袂清啊，老百姓怎么分得清楚啊？呢？是。啊，所以讲，我就感觉讲啦，啊，迄、那个啊，伊安尼就是在为难你啦。是。伊即马警察这部分，无法度甲你硬甲你打落伊的迄落坑坎内底的时阵，啊，伊即马伊就来安尼吼。咱说怎啊讲，一波未平嘛。对。一波又起啦。对。啊，即马讲迄个人是毋是讲，叫伊去抬你的，抬恁小妹迄个人。是不是讲伊还阁继续在做？照讲吼，我因为我无了解这个问题，啊，但是知影，
一般的尝试大概知道应该是得要出来，还是已经出来了，我唔知影。因为当初是判五年嘛，啊，但是敢那是迄落执行是一半的时间啊，是安怎？差不多，无啦，你执、啊、在你底下加工执行那些，因为伊是人叫去的，啊，迄、那个后边迄、那个人一定有够力，啊，伊会使可长可短啦，伊会使讲我要关偌久就可以关偌久啦，啊，就是讲后边付钱迄个人讲，啊，伊关三个月、四个月，讲在里面表现良好啊，哦，狸猫换太子都甲你倒一个出来安尼，啊，伊佫出来佫无代志啊，啊，我佫听迄落唔是笑话哦、喔，啊，讲吼有一个人啦，讲叫伊去做迄落移纹，就是讲去做替身就对啦。啊，伊迄个是买票的嘛，应该就爱关偌久拄偌久嘛。啊，结果关的时间到啊，啊，伊叫伊讲好在，讲我怎唔啦，我不爱出去啦，安尼啦，讲你哪不爱出去？伊讲我要出去哦，我一个月吼揣无三万块的薪水啦。啊，我关的吼，啊人顶管哦，个月甲逐个月甲付迄落薪水给阮兜做安家费啦。啊，所以讲伊唔免烦恼食穿。对，因兜拢该安大好势好势安尼吼。啊，所以讲，咱唔知影讲后边付钱迄个人吼，伊是唔是啊？搁伫个遐，互咱人的时间内底吼，咱拢没办法掌握。对，讲迄个人，嘿，会不会又再次找上来？对啊，我即马讲到这個，我愈讲我愈感觉愈恐怖咧。你若是讲伊即要出来啊，还是讲伊已经出来啊？你拢唔知？我唔知的，啊，足恐怖的。啊，伊若是讲伊搁予伊搁较好的代价。是啊，伊在内底毋免烦恼食穿，啊，但是伊若出来，拢按家费，拢有人付本。啊，但是伊出来若搁较会当搁较富裕的时阵，伊是毋是又不惜一切，也当搁出来，啊，搁要做啥物代志？我你讲，我即马足烦恼，我足烦恼，伊出来啊，当即马是要安怎？真恐怖！啊，我出来，囡仔细细，大细，老老小小，对啊，哦，我真烦恼，真，很可怕呢。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他、啊、是不是已经出来了、还是说又有新的计划、准备要进行了、还是怎么样安尼讲了我今年我不是在惊，我不是在惊你啦。我坐袂住，因为顶礼拜阮兜厝后的一丛树啊吼，本来树啊悬已经搞阮兜后壁小栽，但是丛树啊拄只红臭断，你知无？剁几若节呢？剁几若节树啊让芳，啊若是这样呢，伊的草啊，伊树啊若搞阮臭断了，伊会搁较好。好看的白阮兜厝内底入去呢。哦，所以讲哦，咱是讲迄落防人之心啦、啊。因为你面对的不是普通的黑社会，他有公权力跟黑社会的勾结。是。哈、哦，啊，加这个这个商人哈、哦，这个食物链里面的那个，伊只要甲你做好事，阿姨就会当得到迄落升官发财，大家拢好康的安尼嘛。哦啊，咱即马毋是讲要很惊你哦，其实毋免很惊你，已经足惊啦。哦，安尼，哦，咱即马过来，过讲甲讲即个讲啊，市政府的官员讲叫你讲啊，你就行文来市府安尼，不要出台行文，我袂清搞。这个我比较有兴趣。他唔捌，较唔捌写过这款公文，咱无了解，唔知要安怎写去。我就去更新处去，我就走去更新处去问啊。甲伊讲讲，我即马有拄到即寡问题，我著甲伊讲讲，我拄到即寡代志，要安怎？负责个都叫我待等，等奇怪呢。伊内底人毋是内底人出来刷屏，啊，太，阮遐负责个迄个建商去更新处逛大街，说待在更新处小拄着，拄着个，迄落更新处个人就来，就等于讲变啥？三方面拢伫现场嘛，坐遐讲啊，伊就讲啊，咱即马来讲啊，讲咱即马来讲，讲唔对咧，我是要来甲你请教，我这个定数我要安怎行？啊，我就无同意，我就无爱甲恁拄根啊嘛，互恁安尼压迫，安尼迄落性命也受到威胁，啊，生活也袂得做，啊，你也工课袂得做，无单钱，我诉讼的费用一直收，啊，诉讼叫你做条伫行。啊！咱这因为咱拢完全唔捌这个程序，啊！咱变来讲，你家讲，你当时要去家请教尔，伊就建商伊就叫便便伫遐等待你。我直接去遐
我直接去遐找，我还未先甲预告，啊，那预告可能就事先得等，我先去找，啊，就叫我边仔等。伊可能普通时啊，伊就乱乱说，因的人拢乱乱说伫个遐啦，啊，无就是你予人紧张，他早先你一步到。恐怖啊！我今日唔正经天公听，然后感谢托你讲，天公甲我保庇保佑，我今仔还一颗仔仔伫遮，啊，才有通机会再讲出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真的感谢天，感谢。好啦，啊，咱即马吼，啊，着惊着惊在遐，吼，一个惊着是安尼尔。是 OK， 啊，若愈惊，你嘛代志嘛是爱继续爱进行啊。是要甲你请教，伊讲好啊，坐落来讲，啊，你有甲伊坐落来讲嘛？啊，就伫更新处在讲，啊，讲讲了，我感觉唔对咧。啊，他诶，建商甲政府两边在甲围剿，你甲伫，等于是双两边一打一唱，一个当机一个斗头。啊，无你都应该安怎？我讲唔，我甲伊叙述，我讲啊，我过程当中吼，就是拄到虾米代志，虾米代志啊，但是我无爱我。无同意，我不爱做，我不爱参加，不爱阁互恁继续压迫啊！甲这诉讼过，甲迄个更新处的参，迄落迄落官员呐，甲伊讲的时阵，伊竟然甲我应一句讲：啊，这个商业这个都更吼是商业行为啦，啊，本来就是尔虞我诈。哎呀，尔虞我诈，老实话拢甲你讲啊，你袂晓听。哈，对，伊讲本来就是尔虞我诈啦。啊，我就想讲唔对咧，啊，你既然是尔虞我诈，啊，你政府你到底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啊，我一楼百一楼民众有事情要跟叫我们跟那个市府官员来请教，然后他会辅导会告诉我们。啊，结果你丢跟我讲一句说这个叫做尔虞我诈，啊，本来就是咧安尼。安尼是那滚头不会比大水吗？安尼我出来财产拿起安尼，应该我自己的权利，我应该爱自己维护啊！我都不需要政府保护了啊！那你这样子，你政府你在推这个都更是在推什么东西？莫名真的是啊！啊，你结果你继续跟他面谈嘛？哈，那都没有谈出结果啊！因为咱是干啦，咱是要去甲政府请教问题。我们只是请教，没有要决定什么东西的。对，阿里、啊、突然冒出这样子，你在现场哈、已经三个人讲话，两个人围剿我了，那我还能跟你讲些什么？我就就是谢谢啊，就赶快离开现场了。阿哥讲了，因为我们不知道。我哪个下一步，唔知有啥物迄咯，会中了他的道就对啦。对，嘿，尾仔讲啊，尾仔就行上这个法院诉讼。对，是，嘿，你这个法院诉讼已经到几庭啊？阮已经，那是阮的案吼，我已经诉讼一直走，已经走大地啊，啊，紧绷，然后，所以我才会有一个那个提出释宪。因为已经完全已经是等于是碰到死了，就对，已经走到死巷。那还好，就是说我们有提出了一个视线。那现在的话，我们的案定义公这个案子的话是那个又重新发回那个程序重走这样子。至于重走，反正就等于。安尼就是永远啊，你就是为着迄间厝，啊，你就永远甲伊熬，啊，人是食凊饭咧等你，对，啊，你呢，你就家己爱去顾三顿，来甲伊迄落，啊，律师呢，律师就是讲，啊，参讲你这嘛无可能去找迄落免费法服，因为免费法服哈，爱迄落。完全没有财产的人啊，还有弱势，才可以找免费法服。啊，你这个有一块地，那他不管你即将保得住保不住啊，但是他就是把你当作你是有财产的人，对，所以你的那个啊，你之后请律师，啊，那律师足贵的呢。无法度啊，拄到啊，正常人啊，欠长太多，你停嘛就爱停啦。啊，这个行政诉讼，行政诉讼是一部分哦。我告民事哦。我告民事的诉讼。民事诉讼，迄国较哇国可爱，竟然建商来事后知影，建商来拿你厝边头来甲你告啦。告安怎告厝边头尾？伊告讲，阮的厝是吼做迄落无权占有。我无权占有啊，就爱拆墙围啊，拆墙围啊。拿厝边头尾甲你讲，大家厝边头尾二十几年的厝边头尾 ，OK， 大家拢跟咱讲，大家拢甲当作树林。
啊，对，罗贝变安尼啊，系啊，连手甲咱顾啊，反目成仇啊，是，伊即马伊就是讲哦，甲你迄落。啊！切割切割，让你孤立无援、嗯、啊！用司法来追杀你是啊！然后用黑道来恐吓你，好啊！让那、嗯、啊政府呢就扮演着强盗兼那个警察的那个啊来对你软硬兼施啊！对，没有错，都、就是软，就是不管软的硬的，就是要胁迫你，你就得要。得要点头答应他说、嗯、啊，任你宰割啦，只能这个样、嗯，只能这样子才会没事。好啦，我这租厝啦，啊，就凊彩你若要填吼，你提提去啦。我下你无法嘞啦，我安尼啦，我败下阵来了 ，OK， 我退开了啦，安尼。对，伊想好甲你逼到尾啊，你只好安尼嘛。是啊，没有错，他想要逼的是这样。哎呀、啊，家都破了，他又要你人亡啊，然后。啊你为了说既然家都破了我就保住不要人亡啊呢那当然对啊你就妥协了我不能妥协我一定要坚持我一定要坚持说、嗯、我爱问到未使好破因为北部已经必须归纳应该尽量好力吃妻离子散、嗯、啊然后面对生命威胁甚至于说家庭成员生命的消失、嗯、我已经付出这么惨痛的代价了我怎么可以如他的愿我一定要维护我的家园我一定要坚持到底、啊对啊，啊，这就讲真做台湾人的悲哀哦。你啊，勤俭打拼趁食，啊，过来、嗯、啊，你乖乖啊，纳税金，哦、啊，你每一角税金，伊若来，税金单若来的时阵、嗯，你唔敢无缴，哦、啊，啊，即卖缴税金缴咧，啊，饲只的讲禁锢，讲保姆啥物要保护咱，咱因为讲咱缴税金，给伊就是伊爱保护咱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嘛。嗯、啊，结果即卖唔是，咱税金缴给伊了，饲只的呢，就是讲。以奋斗灯头来夹零头啦，对，啊，这就是夹零头的诶，迄个足典型的啦，对，就是讲你们这些啊，即卖伊就甲你当作讲哦，你们这些刁民啦，对，啊，你为什么不听我的？是，我已经要你怎样怎样了，你还不怎么样？你敬酒不吃吃罚酒，你等着瞧，有一罐你给谁拢摆出来嘛？咱即卖。吼、哦，咱淑兰姐吼、哦，喘一个气，啉一嘴啊茶吼，叫伊莫啊紧张啊惊吓，哦啊慢慢啊来，哎、看看是啦吼，嗯嗯嗯。